代教养小孩很容易就会比较大只。阿妈问讲，啊你敢吃饱？你讲啊不会。啊我阿公阿公讲，啊你敢有吃？没吃，我的龟刚刚在吃。我阿妈后来离开了，然后我高中的时期就只剩下我跟我阿公，我就看到阿公仿照阿妈煮的这个汤，啊就是阿妈的味道。我国小一年级，我都吃灯短郎的油啊，他每天有喝鸡汤，他煲鸡、四物鸡、四物鸡都有，四物你也吃了？当然，他把我当成女生在。没有，其实男生女生都可以喝四物汤，四物就是补血，四菌就是补气。阿妈会削那个竹子铺在地上，叫我们你踩。踩那个竹片，因为我们身体的重量一个蹦跳，而且会刺激我们生长板。然后后来他就说，给胡辣，对，他说吃这个会变漂亮。所以啊，给胡辣医生真的是有认证过的。真心吴亚伯，欢迎来我家，赶快介绍来宾，丽琴，陈丽琴，大家好，还有甜甜可鱼，嗨，大家好。还有我们的小儿科医生郝华伦，大家好。我们养生专家秋香老师，大家好。还有我的小助手阿嬷阿布啊，阿嬷你好。看到伊安尼打扮哦，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讲什么。你们大家应该都听过有一种哦，叫做阿嬷觉得你很饿。对，那是一种饿吗？是阿嬷哦养的都特别大只。我们今天的来宾全部都是阿嬷养大的。可是还有更厉害的哦，阿嬷能够把剑彩哦剑到哦有一个挂彩，能够剑到那种巨无霸，你知道吗？那个真的是也是很厉害，但不知道他的养分是从哪里来。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啊，我们来好好讲我们的阿嬷。你知道灯骨真重要，啊，让你变水变。跳嘛真重要，阿嬷一定有配补的。你看多少公有一种饿，叫阿嬷觉得你是饿；有一种饱，是阿嬷觉得你永远吃不饱。对，没错，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通常隔代教养小孩很容易就会比较大只。你看阿布也是嘛，对，对我也是阿嬷养大。对啊，是，对哈。因为小时候因为阿公阿嬷拢看唔知影讲，啊你到底有食过啊？是有一当初家己也袂记哩。而且阿嬷问讲，啊你敢吃饱？你阿布的，啊阿嬷还讲，哎呦你那可怜呐，这对，会枵无？哎呀，啊就紧去煮物件给你吃。啊，可能阿嬷问了了，伊去无闲。啊，我阿公讲，啊，你敢有食？我拢无食。啊，阿公嘛开始准备给你食。啊，你出去了，你去附近土地公庙，啊，一个阿婶较老的，买门面少较老的下手。啊，迄轮讲，哎呦，啊，小云啊，你敢有食？我无食。啊，哎呦，那就可怜啊，我得规工拢在食。啊，即阵。阿嬷，我上印象深刻的是，阮中南部的人，其实早餐就敢那中餐甲晚餐，所以阮就早就拢食主食啊。啊，我下早时阵，阮阿嬷拢会去用迄烟肠有无，撇个油，啊用烟肠油嘿，互我搞饭。啊烟虽然无遐尼啊有钱，啊烟肠切片，啊你就蛮少的。啊你若是讲半暝腹肚枵，阿嬷就用迄土豆油甲猪油啊拌饭互你食。哦，加饱。对，加豆油。所以真的，对，真的是很补。嗯，对对对。所以就一直吃，然后而且是你暗时啊，你若伫遐嗨，阿爸不管，然后起来讲，哎呦，你巴肚枵哦，嗯，啊就是，我可会记你细汉的时阵，伊饲奶奶饲了，啊个巴肚枵，阿妈用迄米糊。哦，对对对，有，我有喝过。对，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喝到我不知道什么叫饱。说真的，你有啉米糊哦，看得出来你们都很壮。对，真的有，因为米糊真的很营养哎，以前没钱。米糊是最好的，而且很好喝，我觉得米糊很香哎。现在就找不到这种味道，现在没有了啦。所以阿嬷在你就是你想喝什么、想吃什么的时候，她都会煮给你吃。那阿嬷有没有用一个很厉害的贡丸萝卜汤给你喝？哦，那个你知道用一，那是最简单的，对不对？阿姆哥，我跟你讲，嘿，真正嘛就珍贵，因为你较善食的人，你爱。过年时啊，你就有法度食着大鱼大肉。啊，你平常时你也真正就想要食肉，我就从迄烟肠一条伊就放几工。啊，不然就是这个阿嬷用贡丸，啊，伊贡丸拢会切片，啊，切片了啊，伊菜头会比那个比例多很多。啊，用菜头有的是厝边隔壁种的，你知无？对对对。啊，着菜头啊用啊个贡丸，贡丸点只肉味就对了。对，啊。但是你啉汤了后，你会感觉吼饭无味，阿嬷就拢会讲吼，无要紧，你搅饭食，所以你的习惯都搅饭。饭汤加饭汤，汤泡饭啊！真的，以前啊，我们这么一碗汤哦，是规家伙要吃的呢。对啊。而且啊，其实啊，这个是在台湾人来讲是最有味道的。真的。你知道那个会多料吼，那个。修那个宅味道啊！阿嬷
今天有煮了，菜头的，啊，你那是情况较好，有当时加番呗。对，太甜啦，嘿，汤味太甜啦。而且啊，你知道吗？这个汤哦，真的是可以吃一代的人，而且它可以让你有很多很多的回忆，真的，我觉得这让我印象很深。那个回忆也是我阿妈后来离开了，然后我高中的时期就只剩下我跟我阿公啊。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啊，阿公就说：“哎，小云啊，吃饭。”然后我就看到阿公仿照阿妈煮的这个汤啊，只是阿公一直用贡丸的切得很像丝，可是他就是仿照的很像啊，就是阿妈的味道。对，阿丽琴呢？哇，我嘛是阿嬤炒的，阿姆哥我是外婆啦，因为我爸妈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可是我阿嬤就是我外婆，她就是担心我们就是小孩子就是跟爸爸，因为我们是跟爸爸，对，她就担心我们，就我现在想想我觉得她也是蛮委屈的，她就跟离婚的女婿然后陪我们住在一起这样，然后把你们带大。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就是每次睡觉也是要抱我阿嬤才睡得着，然后阿嬤手一定要跨过来，这安全感。对啊，那我最记得印象很深刻是我们家就是有请管家，可是管家每次煮菜我们都嫌不好吃，我阿嬤就很骄傲说：“过来煮啦，跟孙子开始我煮哎，这样。”对，他就很骄傲这样，但他也是。想想也是为了我们，也是有点委屈，因为有时候我爸回来，他就本来在看什么瓜戏啦，或者是八点档，只要我爸回来，马上转新闻台，对，就怕我爸会说，哎，对，说什么怎么给小孩看《魔地血》爱跨五地血哎，是，其实没有哎，小时候我们看那个瓜戏有没有？其实我们地血都已经长在我们脑子里，没错，不然现在我们怎么走这一行啊？怎么表演？嘿，我们家要讲台语，是不？那刚刚呢？这个是萝卜贡丸汤是。阿嬤是甜甜阿嬤的拿手菜，那 Kimi 你有没有什么拿手菜？阿嬤，对阿嬤有没有什么拿手菜？可是我阿嬤因为你就甜呗，所以他每次那个萝卜皮，他也是煮萝卜汤嘛，然后皮削下来之后，他就把它做成萝卜腌萝卜皮。这是菜脯，是菜脯皮哦，是皮呢。这是皮。通常咱拢搞文化吼，那个皮不要对不对？对。啊，跟他来宾呢有心啊，可是他很厉害，因为什么？因为它会有更浓的那个萝卜的味道，对，皮的养分比较多，是，哎，给它怕剩啊，所以就萝卜皮都留下环保。对啊，我觉得以前阿嬤，你不觉得很有智慧？为什么萝卜其实在那时候是最便宜的？对啊，可是它营养分是最高的，是。阿布啊。啊，人家都吃很好，你是阿嬤带的，你吃什么？从小吃到大，加高加大长，对，你吃你吃老肥啊，老肥啊，老肥啊！我国小一年级，我就吃灯短郎的油啊，对，很熟，真的假的？一年级就国小一年级，因为我那时候吃不胖，看得出来吧？我跟你讲，你刚才说你一直就是秋香老师这样。不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接话哎。对啊，吃不胖。一年级的时候好像才不到20公斤，哇，很瘦，就是皮包骨那种。是，然后二年级就30几公斤。哦，那长很快哎。因为他每天养一年，他每天给我喝鸡汤，因为鸡汤哦很营养。好好哦，你阿妈以前没假瘦，没假瘦，假瘦，基本假瘦。哦，他是一个礼拜，比方说他炖一只鸡，然后每天就吃鸡汤浇饭安尼吃。哇，加加厚哦！但是每一种鸡汤哦，比方说麻油鸡、哇，香菇鸡，哦，这个很棒，菜包鸡、四物阿鸡、四物鸡都有，四物你也吃了？当然，哇，阿嬤是不是没特给你鸡腿？他把我当成女生在，好，我今天有带，是，我今天有带一个厉害，因为他阿嬤现在是吃素，阿嬤加熟啊，是，嘿，所以讲哦，就是这是小时候阿嬤的味道了，而且现在很厉害，现在外面都有卖那种真空包装。是，对。那请问一下，这是什么的？这个是菜包鸡。菜包鸡，菜包鸡，哇，爱老菜包哦。对对对，你喝看看，你喝看看。阿嬤现在人真的很聪明哎，你知道爱老菜包肯不肯是卤汤，对，阿你卖回卖就醉，卖回潮湿。对，其实你老菜包哈，它最棒的就是说它上面可能会有一些盐哈，你也鲜是，你把它打上一些的菜包皮，好，一些盐粒出现，那个你就可以放得非常的久，等到有大太阳的时候，很干爽的时候，你再拿出去给它晒一下，收起来，其实可以放个10年都没有问题。好好喝，它只要放一点。很香，
所以我觉得这个阿布的阿妈真的是很就疼你，就孝你，非常的感动。金孙啊，金孙啊，金孙啊！而且真的啦，这个哦，真的只能说三位的阿妈，还有大家的阿妈，其实都真的很有智慧，是用上上的物件，是可以做上好上有营养的营养，好囡仔长大人，穿好了吼，顺的食。啊，不过到了长大人的时候啊，哇！伊就足苦恼啊，啥那苦恼嘞？长大人是很重要，因为长大人查某囡仔长伊了哦，也变水啊。不过查甫囡仔变长伊了，也变水烟斗。对，我讲无啥会出来。我见阿妈心内吼拢烟斗啦。嘿，阿妈的心内哦，唔管你几岁啊，哦，拢是水，拢是烟斗的啦。是。甜甜，你阿嬤有苦恼过吗？我的初经青春期，对，我初经是三年级下学期，然后那时候全班都没有人来，然后我就觉得我是很奇怪的。可是你知道你来了吗？那时候你知道？其实我以为说我怎么变这样？你会跟阿嬤讲？我跟你讲，就是不会讲，因为我就觉得。其实隔代教养很好，但是有一些事情你还是会有点难启齿，可能以前的那个环境的关系，因为那个年龄太远了，对，跟妈妈共跟阿妈共，这就赶快生理时期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知道是？其实那个时候电视已经很发达，所以你大概都知道那是什么。可是你不敢讲。可是一开始你先吓到，想过啊，你那熊熊尿尿老悔啊呢？可是后来他怎么每天都在老悔？可是你又很怕被知道，然后你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去洗它，所以我就藏内裤。然后后来被阿嬷发现，是因为以前那困在后边无弄一个毒啊，拍开来在嗑棉被，啊我就把内裤藏伫遐，啊阿嬷就发现一丢，嘿，够要求啊！你那底下唱来口啦，哎，才发现说啊，我那个来，可是我阿爸也没有多跟我讲什么，然后我也没有跟他讲，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很丢脸。后来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很不谅解阿妈，因为有一天下课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班导师是女生，她就把我叫去，她就突然拿一包卫生棉给我，我就心想说她怎么会知道？然后她就跟我讲说阿妈特别来学校个拜托，啊叫伊搞个加工，就是怎么用这个卫生棉，然后让她来告诉我。可是那时候我觉得我被背叛了，我就觉得说阿妈怎么可以出卖要背啊？对，哎让老师讲，而且那老师的怎样？然后就有人知道我的秘密。其实一开始我不能谅解，然后回去的时候我还跟阿妈有点玩鸡，然后阿妈就跟我讲，因为因以前迄个年代，伊拢用布，对，因为而且伊是讲来世，他们是讲来世，对，啊拢用布，所以他也不知道什么卫生棉，然后他觉得他这一方面的知识也不够，啊他就觉得说啊那是有这种专业的问题，大家可以拜托老师，是，所以他就去拜托老师，叫老师教我。可是其实一开始我觉得不能够谅解他。以前的性教育都排在小学五六年级，对，可现在其实比较早，早熟，他算早，他有一点点，他有一点点早熟，因为一般来讲是其实不算真的性早熟啦，性早熟是女生是八岁之前，一个是男生九岁之前，蛋蛋变大的话都叫做性早熟的部分，对，那。婷婷的状况是稍微性发育早一点点，还不至于到性早熟的定义，但是其实还是会影响到她后面身高的发展的。而且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伴随着 MC 来，你真的发育都比较快，所以我也发现我很快就长胸部。然后其实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她是很怪的，你会觉得有点丢脸，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而且因为以前的制服跟那个我们那种体育服都有点透明，然后你是有，我是有一天在那边就是在教室要排队，我就看到镜子，怎么觉得好像。自己比较大，然后就是有一点明显，然后后来就体育课人在跑步，男生说：“哎呦，董董海来啊，董董海。”因为别人没有，然后我就很不爽，然后我还就会跟男生打架，因为小时候就是有很多阿布这种男生，会很生气，对，就很生气。然后后来我回家，我就想说，怎么样可以让我不要被发现我的胸部好像比别人大，我就开始去找那个医检处理漏，我会。胶带啊，你给你量嘛，对，肉色就哦，很痛哎，对，我就把它用得很平，然后硬这样子绑起来，因为以前其实阿妈就揪得起来，所以像我们现在有穿那么漂亮，以前阿妈没有，所以我就把它这样捆很紧。后来也是阿妈发现说，我下面本瘦肉我黑就是撕掉的那个胶带，对，他才想说怎么到底怎么一回事，然后我才就是我还是觉得这种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都觉得一些你自己的特征或什么突然变了，你跟阿妈讲会有点害羞。
天天的阿妈很像柯南呢，要自己去发现很多事情。对，没错。发生什么事？然后又有去跟老师说吗？我看他这次换了，我觉得就是，而且要是我也会不好意思，但我觉得很可爱，因为阿妈会用方法，对对，去了解。我跟你讲，我这个也觉得我阿妈很厉害，因为我那时候捆绑，我觉得有点后悔，因为我虽然胸部真的很大，但我胸型没有那么漂亮，我觉得是被我捆坏的。哦。然后那时候我阿妈发现的时候，她就先带我去，你知道。以前我们那种乡下地方，就是这条巷子的隔壁什么，就会有人家在秀学号那种店，对，然后秀学号那种店会有卖一些少女内衣，现在还有，我大甲那边还有，对，可是那种内衣就是一半的，然后白色有长的、短的。那我阿妈是带我去秀学号那边，然后问那个秀学号的阿姨，跟阿姨在洗爱请下怎么样？所以我的第一件那种很像少女内衣，就是阿妈去请秀学号的那个阿姨帮我处理的。是啊，甜甜的阿妈真的很可爱，是柯南的精神，嗯、是哦，去发现小朋友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跟你讲，伊不只打柯南呢，我感觉伊个是李时珍在世，因为李时珍因为给你补啊，对，而且以前诶，就是现在那个补药什么，可能都是中药房就是拿的，可是以前阿妈也家己办，你知不？也可以抄药啊，对，阿妈也是，他会自己去办抄药，可是你就不知道那是什么，可是你也看伊拢底下抓抓药啊，然后可能点白骨啊，冰箱买坑那种抄啊抄啊药袋，就是那种一整罐，青草茶对，给你喝，对，可是那都是他自己不知道从哪。哪里生来的？是啊，但是我们也吃了，也吃了这么大了。对，可是他就说吃这当滚。其实像一些中草药啊，我个人就是从小接触到大，都是高贝亚草啊，高贝草。那现在有很多高贝亚草给哈，那高贝亚草就是健脾胃利湿气。啊，咱普通吼，咱那咧登骨的时候，拢讲过那关节湿气比较那个，那被伸展不开，所以那个中草药尤其是诶整开的人，也可以把那含咖草，哎，高贝亚草，还是高健茶草，这些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加在一起。一些那个草药店，他们会把它弄成一小包一小包，让你方便一些妈妈。妈妈回去不会散开啦，是真的。其实哦，阿妈真的很怕什么，你知道吗？阿妈很怕说孙子哦长得变成这样子，对对对，不是这样子。可是阿妈，可是他们最想的想法就是希望他们长这样，但都变这样。嘿，阿姆哥那不行，可是他们小时候都希望他们长这样子，因为小时候每个我在看诊过程中勇壮，对阿妈来问都只有问说他会不会太轻，我其实很少遇到说他会不会太瘦，问就会不会太瘦，不会问太胖的没有。我们学龄前遇过最重的，真的四十几公斤，还没入小学的，阿妈还是会担心说，你最近胃口无啥好呗，安喏，就是给安尼啦。阿妈说长大还听管，阿妈还是担心，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说小时候的肥胖真的是胖，因为而且会影响到未来身高的发展，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所以真的还是要。跟阿嬤再呼吁一下，就是我们儿科医学会在2019年的时候有发过正式的声明，告诉阿嬤们说，小时候胖真的是胖，因为有二分之一的儿童如果小时候是胖，二分之一长大会变成成人的肥胖，青少年的话有三分之一会变成成人的肥胖，就年纪大之后有很多这个慢性病的问题，对，重点是因为这些肥胖细胞它里面会储存很多荷尔蒙。所以荷尔蒙会促进我们性早熟，就像甜甜担心的，女生的经期太早，或男生性发育比较早，那你发育的越早，你长高的时间就越少，所以会最终如果说，譬如说女性早熟早两年好了，少了两年可以长高的机会，你的时间你变提早成长了，两年可以差十几公分，因为一年长6到8公分的话，你两年的身高差起来是12到18公分，对，其实差蛮多。是，我再补充一下，像我们家哈，就是以前真的就是种务农的嘛。那真的就是没有多余的钱来买这些补品，可是我妈妈她就是很伟大，就是我妈妈会养起鸡啊，弄个脊椎鸡啊，啊，有时就是讲亲朋好友生小孩都去上，可是她一定会养几只母鸡，那生蛋。如果这个刚好在花艺的时候，你带的便当每天都有一颗鸡蛋，所以那个鸡蛋可能就是造就是让我们那个年代啊，身高长得比较好，对，而且长得每一个人的胸部都还 OK 哦，所以吃蛋是真的是可以。吃蛋是很有营养的哦，所以啊，秋香阿嬷，那个那时候妈妈这样子给你补哦，你们个个都长很高，那你现在把孙娜补也是补得很高吗？在我的观念里面，我对小孩子的营养是非常注重的，所以营养讲要做均衡的。但是我他们三个都没有吃到什么转骨方，因为他的一个就是营养够了，均衡啊，其实就够了。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小孩子就是长不高，那他真的有吃的实铁的转骨方，哎，是蹦一下子长了18公分嘞，这个都是食补哦。如果真的要希望小孩子能够长高又长壮的哈，来听听我们节目就对了。是，现在秋香老师要跟我们讲说什么？
们叫做转骨汤。对，转骨汤是不是很厉害？哎，转骨汤哈，那有分哦哈，就是说中药店里面的转骨方大概有20几种。是，所谓的转骨方就是男女有别哈。那男生可能就是用十全大补，但会它会加重在四君子，四君子就是比较补气。那女生呢就会注重在四物汤，它会当一个基底，然后加减气那个。那女生就注重养血，那男生就是补气哦。但是呢，当然里面有很多就是补筋骨的药材是会苦的，所以如果说你妈妈买，你真的到中药店去买，一帖大概350块左右。嗯，好，你妈买过一条800块，啊，不好，你妈不会了。蛮贵。对，大概三百五十块左右。那要吃几帖呢？大概7帖就够。7帖要吃多久时间呢？就是一个月就2帖就够了。嗯，你连续给他吃哈，那一个月就吃2帖，你一帖煮起来就可以给他大概吃个4天5天这样子。那这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个转骨方，但是还有更简单的，就是我们可以用川七加那个川七就是大概拢怎样讲，哎，川七可能就是在讲活血化瘀嘛。那它除了活血化瘀以后，就是降胆固醇嘛。像现在有三高人，就是哎吃一些川七的话，可能不是川七叶，是它味道很重，对，它会有一点点苦苦的甘甘的味道。那你可以用它加九层塔头或者加高贝亚草哈，那这个味道就不会煮起来筋哇哦嗦嗦。所以有各个不同的一个方法啦哈。那现在坊间也有很多的一个转骨的一个规管来安呢。那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方式，但是我个人我比较建议的就是你的肠胃一定要够好。肠胃够好，为什么四神汤很重要？因为四神汤就是健补脾胃。那如果我老婆是刚讲四神汤，其实现在有一些益生菌非常棒，我个人非常推荐吃益生菌，因为你要吃益生菌的时候呢，你的肠胃机能就会比较容易吸收，比较容易把你调整体质，因为我们人体的一些免疫系统功能其实都在肠子里面住了非常的多，你要好好把你的肠胃道顾好。你主人，你吃物件都会吸收，啊，你爱好好啊困，你都会大汗。那像迄种吼，有的囡仔伊不爱给你吃迄种诶登骨的药啊，其实你千万不要强迫他，不要逼他，你逼他是没有用的。你只要给他好好困，早睡，均衡营养。像我家，我就是用一个比较高钙的，我就是你爱吃起司，你爱吃牛奶，就这段时间，我就你爱吃牛肉，我就是给他这样吃，所以每个人还是长得很高。是，但是重点来喽，这要吃对时间。对，吃不对时间哦，也是白补的啦。对，是不是华伦？对，因为吃的时间很重要，如果吃错，其实就是揠苗助长的问题。对，没错。因为其实这个转骨汤的配方在古时候，其实因为大家的营养真的比较没那么好，然后蛋白质摄取量也没这么高。那现在的孩子其实基本上来讲，他们营养都是很足够，但要提醒的是一个营养均衡的状况。一般会建议说，你已经有在第二性征发育，就准备进入青春期之前，我们才开始吃。像女孩子来讲的话，她大概我会建议，因为女孩子其实比较容易注意到，然后开始会有点胸部发育，但是你不要胸部一发育就是忙完了，时间到了我要赶快，你还是给医生检查一下，因为有的人只是一些脂肪的堆积，不见得是胸部在发育。如果真的开始在乳晕下面有个硬盘状硬块的东西，它开始有些乳晕在发，就是乳腺在发育了，这时候你还不急，再等等，再观察一下哈。那开始有齿毛在发育，那大概这半年内就有可能促进回来。这个时间再开始来做所谓的转骨，或者是你真的开始进入初经，就像老师讲，这2年内都还来得及。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都真的是建议大概是11、12岁开始再做一个转骨的使用。那男孩子可以再晚个1、2年的时间，你不要太早，你太早你反而催熟了，你就前面口转那很急，这样，所以你前面长了，你后面不长了，样苗助长，对后面是不好的。没错。那刚刚讲到说这个转骨一定要好吃，因为真的是你要吃进去才有用，就一转头就倒掉。我们家就是我们家我姐姐其实她真的很怕中药的味道，那很怕酒的味道。可是你知道我姐姐每天晚上只要为了吃那碗转骨汤就开始哭，开始闹，到最后就像甜甜还会被骂被笑，这样我不一定要厉害。那我姐姐那边哭得要死要活，都是觉得哦你买个烤啊，退了我退你零这样子，所以你知道吗？喝两份。现在你姐姐高不高？我姐跟我差了大概9公分。你看，阿嬷智慧无人敌，长高变美都可以。阿嬷会削那个竹子铺在地上，叫我们踩那个竹片，因为我们身体的重量一个蹦跳，而且会刺激我们生长板。然后后来她就说，给胡辣，对，她说吃这个会变漂亮。所以啊，给胡辣医生真的是有认证过的哦。节目最后还有精美礼物大放送。
那天哭得要死要活，都是觉得哦，你买个烤腿，然后腿里淋这样子，所以你知道吗？喝两份。现在你姐姐高不高？我姐跟我差了大概9公分。你看，那华伦他现在很高哎。对，我在166，非常高哎。对，那我姐姐大概差不多15、17、18，然后有差。然后我姐姐又不喝牛奶，她喝牛奶她有点乳糖，不然喝她会想吐，会拉肚子。到现在还是一样，所以之前我们订羊奶一人一瓶，所以她就哭，也是哭得不行，所以我就喝两瓶，又是我，因为我对她多好，我就喝两瓶。她的身高都在你身上，都在我身上，真的。然后后来因为我自己比较爱运动，我有参加田径队，所以运动真的很重要。但我讲一个小撇步，就是我以前我。阿妈，因为我们家乡下嘛，前面就很多竹林，阿妈会削那个竹子铺在地上，叫我们踩那个竹片，说可以长高。其实小时候所以是刺激啊，对，小时候其实真的不知道，我们觉得好玩，就是在那边踩那边玩。后来真的长大了解，其实它还是有理论根基的，就是促进足底的一些这个穴道啊、神经。那其实在坊间大家也知道，那个木村拓哉他女儿，因为木村拓哉并不高嘛，对，他女儿很帅的偶像，但并不高，在差不多号称170这样子，他女儿都很高。听说女儿就是有蹬一个足跟的，就是蹬足跟。那蹬足跟其实因为我们身体的重量一个蹦跳，其实我建议打球跑步都很好，一蹬跳它其实这样的重量重力加速度跳动了下来，而且会刺激我们生长板，它有个重量的刺激，很好玩，因为它就是跳的动作，那也是有刺激嘛。对对，我们小时候都是用那种跳，对，它这样跳的动作其实会刺激我们的生长板，然后让我们有感受到这个重量的刺激，会让生长板再长得更好，就会不断的增加我们骨头的强度。那我们现在还可以补救，如果你生长板当密合之后，为什么女生有这个性早熟？对，因为我们青春期之后，我们的生长板慢慢就会密合了，所以如果你大概出进来就2到3年，大概生长板就会密合，那时候身高大概就已经决定了。对，还有一个来了。妈妈烦恼的哦，其实女生跟男生是不一样的。女生大概拢听过素不辣吧？哈，对，中姜汤嘛，哈，女生喝漂亮，都喝过吗？有。对，我也喝过，但是中姜生化了。对，偶尔会喝一下。对啊，但是哎，阿妈，来，阿妈，阿妈，阿妈，你早起啦。捌啉过这无？哦，阿布捌啉过哦。你买无遐大盏？我真奇怪是，男生为什么可以喝？你不刚刚就奇怪？为什么不能喝？因为它里面不是比较适合女生吗？没有，其实男生女生都可以喝四物汤，因为食前大补就是四物加四菌，那四物就是补血，四菌就是补气，然后加了黄芪，加了肉桂，所以就变食前大补。所以甜甜。阿嬤有弄过素不辣给你？有啊，有阿嬤拢用大同电锅啊，来用啊。对，有当初那是较无钱，就算讲无吧，伊用个汤嘛，互你啉嘛。对。所以你阿嬤是用四物是用大同电锅啊？对啊。我阿嬤是把麻辣炖啊，炖的很好吃哎，鸡肉好嫩。刚刚那个味道就是有那个。对，有阿嬤的味道，那个香味，然后每次都会喝光光，就大的时候啊，小的时候还是。偷偷倒掉，但是我阿嬷还有其他的配方，她除了用四物，她会赶快收惊。我阿嬷对我阿嬷是魔法阿嬷，算是有点像那种收惊的。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也是阿嬷收惊，不过淋湖啊水沙。对，我阿嬷是那种咪寡，她就会帮你这样收惊啊，这样子，然后就让你又有时候肚子痛嘛，然后让你就好像比较顺一点。包括我有时候吃鱼，有时候鱼刺梗到，我阿嬷说来。就拿一个空碗，然后放我头上，开始念咒语，然后吞了，吞了这样，然后那时候真的有吞下去，真的，我想说哇，我阿嬷好神哦，魔法阿嬷呢，真的哎，讲到是阿嬷真的是太可爱了，阿嬷很多很多的习俗，今嘛吼阿嬷抓到的孙哦，真正是宝。对啊，就是金价是不哈？那今晚来问一下秋香老师，四物汤要怎么样喝才对？是经期前还是经期的后？这我到现在都还搞不懂。我也是哎，我也不知道。其实要喝四物汤哈，要喝以前，其实你最好是去看一下中医师，把一下脉，因为有一些人他是属于很燥的，那五爷郎是血瘀比较严重，所谓血瘀比较严重的时候，你可能好朋友没来的时候都下不太下来，啊，无清。可是你肚内登过的时候，他
的四物汤，其实我不太建议一开始就喝四物汤。其实你应该是先健补脾胃为主，再来调养，就你的气血这样子。那四物汤如果像我们一般，就是说大部分都认为说啊，我是好朋友来的啊，我给他加，那是没有错，那个是正常体质。如果我每一次要来不来的时候，都是那些滴滴答答的，然后很久不来的时候，其实适合在你的经期前吃，因为它你快把它洗干净，对，因为它的川穹、当归都是有活血的功效，那它会下不来，就是因为你血瘀。那爱吃冰，或者是每次喝冰开水，或者是说它的一个寒冷食物吃太多的人，那你这个时候呢，就是在经前吃，那它就会下的比较顺一点。那如果我像四物汤里面的组成哈，如果说我今天我这一次量很多，那你完了以后，你的四物汤里面呢，那个中医师或者是药房会跟你配的时候，有一个就是芍药，芍药是收的，川穹跟当归是把它散掉的，所以他们就是基本的一个处方呢，其实是可以灵活去配的。如果你是中医师帮你写的四物汤，绝对跟药房的四物汤不太一样，所以第一次我都会建议就是大概去给中医师看一下，好，那你把你的症状跟他讲，问一下他的经验，而不是说中药店里面的传统处方，就是每一个人体质都那个，因为以前的人生活习惯跟现在不一样，那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是营养过剩，我们需要的就是推他一把，而不是在家中一直给他补，一直给他补，你都补得横的发展，其实不对的。如果我每天都熬夜，一天只有睡三四个钟头，然后我吃了很多的补的东西，那你一定是满脸痘痘，然后是横着发展，对，那反而细胞发炎，细胞发炎的时候你就变成莫名的肥胖，对，是，所以四物汤就是根据你的体质，根据你的需求去问医生，是就是月经前或月经后，里面的处方也有不一样，会有一些调配，对，吃芥蓝胡辣真正有会补，对，以前老人都讲吃咸补咸啊，对不对？吃咸补咸，小时候妈妈都跟我们讲过，吃芥蓝胡辣水。一开始小时候跟我们讲说，每个讲给卡，很多人讲要做，哎，可是从慢慢长大，有时候我阿妈就會偷偷唱给卡，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讲肌肤胡烂胡烂，因为老赖跟来来来，这老赖很厉害啊。可是吃那个花不是会长胡子吗？不会，我们第一个我们量没那么，第一个量，因为我们其实比较大才吃。如果说太小的孩子，我们还是不太建议。但我阿妈真的还蛮壮，她在开始我们开始在登短廊的发育的时候大一点，她也已经念国中，她说来来来，我阿妈没吃鸡块，然后妈讲讲了你怕谁讲五孙啊，吃这水啦，哈，胶质，胶质，对，那他那个这样的，而且还跟我讲说那个鸡冠，公鸡的那个鸡冠，就是直接可以跟他起来，大概弄个爱白的勇气哎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说给胡辣。然后他就说，我就说这是什么？因为以前小时候不给我们吃啊。对，他说吃这个会变漂亮。所以其实我们第一次吃的时候，其实我个人觉得很美味耶，因为我个人吃出来，你喜欢，我觉得很好吃。我个人觉得很好吃。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觉得哎，怎么这人间美味？为什么妈妈以前都没有跟我们讲可以吃呢？这样里面除了有很丰富的蛋白质以外，哈，最主要是这些很好的蛋白质等等，它会让我们这些皮肤啊会变更漂亮。那鸡脚、鸡冠这里面的胶原蛋白，对，会让我们肤况，包括我们的胸部会 up 这样子，是，但所有东西就都适量了，因为毕竟里面的油脂还。含量都是偏多的，对，所以建议基本上是适量，要不然心还没补到就怕也是变胖了，就要特别的提醒。不是拉长而变宽。那小孩子的话，肌肤因为建议比较大一点，年纪小一点小朋友还是怕他们性早熟的部分就不建议。所以啊，给胡辣这种东西哦，是医生真的是有认证过的哦。嗯，对啊，可是。我妈不是故意要把它倒掉，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小时候胃口不太好，然后我阿妈就想说啊，我怕我没多啊，塞两剂没多啊，所以就是只要好消化就塞给我吃，塞给我吃。可是我那是一吃多的，想要吐，你知道吗？可是那个吐是真的吐出来。我阿妈就拿那个你知道薄荷棒以前有沒有哦，以前有的，阿伯的满金油，满金油，万用满金油，阿斗巴巴豆，嘿，超也有，然后按摩这样，啊，那时候觉得哦好像有好一点啊，我阿妈自己她的那个消化大也不好。所以嘛，点点咖喱，他已经习惯，他变成医生了，他觉得这样治疗是 OK 的。对，咖喱做医生，但是后来我现在长大想想，我觉得这感觉就是一种自我安慰，然后就是按摩的效果。他是在抚慰你啦，没错。然后加上你知道，长辈他们常常就是不会照顾自己，
就是啊，有好的就是给孙子，对，给小孩，然后自己都吃不好，而且不敢花钱，哪里不舒服什么什么不敢讲，对，不敢讲，然后脆气马伯后牙齿不好，也不敢吃那种硬的蔬菜啊，或者是硬的食物，你的外加阿龙讲还嫩狗狗啊，永吞呢，结果他的那个消化道越来越不好，越来越差，嗯，后来有一天我想想这样不行哦，不对，我就去药妆店。就找了那个药剂师，是，然后他就跟我介绍这个益生菌，哦，他说这是他们这几年来卖的冠军的最好的益生菌，而且你知道这个药师啊，他说这个益生菌很特别，它是萃取自台湾新生儿消化道好菌研发里面的菌株，所以特别适合我们国人的体质哦。是它那个菌，它会把我的好坏菌给打掉。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厉害。因为你知道，它这个是哦台大团队它研发多年的哦，而且它这个菌株啊是有身份证的，它叫做 NPU101， 益生菌有身份证就代表它是值得信赖的保证。哇，101，很特别吧？它有身份证就代表说你可以查得到它的功能，它每一种菌株的功能都是不一样的哦。嗯，因为其实我以前没有觉得说益生菌好像很重要，可是你怀孕的时候，医生说孕妇一定要吃益生菌，没错没错，你要吃到就是产后，甚至给小朋友要吃，所以他们当然也有分很多种，然后像这种。就是益生菌才可能适合妈妈跟小孩，就可以先问老那个医生。而且你知道，益生菌不是你吃很多就代表有用，是重点是你留在里面有多少，你留下来的益生菌有多少。那它这个益生菌它是抗，就是耐胃酸，然后耐那个胆盐。这款菌株啊，在我们消化道中存活率高达95%，哎，这样留下来才有用啊，才能够在我们的消化道中作用。是帮助我们排便啊，还有帮助我们维持消化道机能啊，达到调节体质的目的。没错，哎，真的啊，如果你真的要吃益生菌的话，当然是吃最厉害的啦，吼啊，可以住在你里面很最久的那一株啦，啊，这样子吸收又好，好啊，我们也是。比较不会老啦。对，其实像那个益生菌哈，你要让它住得好，要舒服，你还要有一个易晋升的一个环境，所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是必须的。对，是。尤其你刚才那个长辈啊，吸收就慢呢，因为年纪大了。对，然后吃饭嘛慢，然后排出来的当然也慢啊。所以啊，就是让他补充益生菌是最好的，让他的那个消化道健康。对，那一天吃一包，你知道。老人家啊，生溜啊，生溜，生溜啊，生溜，英雄癌。然后我自己也是生溜啊，生溜的，生溜啊，生溜是啥啦？我嘛，生溜啊，生溜，生溜，生溜啊。如果你是生溜啊，生溜是一种溜吗？我自己也有吃，你知道吗？这个。哦，阿嬷上爱啦，啊，一天可以吃一包还是两包啦，然后家里全家都可以吃，包括小朋友啊，像我们中生代的也可以吃。对，啊，我有时候想要吃点甜甜，我就会自己吃个一两包。没错，对，解馋。而且很棒的是，小孩子非常非常的爱。嗯，因为它吃起来就是那种生味啊，生味也一样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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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吃起来就小朋友就会自己主动，妈妈我要这个。对，而且最棒的是孕妇。孕妇她也可以吃，对，因为你肚太大压到，对，尤其是卡扎是阿妈叫狗烂，阿基玛是瓦烂叫狗阿妈，对不？真的很重要，对，调整这些体质啊等等，好菌的这个其实是对身体的好处是多多的。哦，原来是这样子，谢谢丽琴的分享，而且她分享的很棒，是小孩子也可以吃，老人家也可以吃。啊，但是哦，这个要告诉我，告诉所有的阿嬷、妈妈们，你知道一天只有一包而已，你如果动作是什么多多嘿呀吼，安尼拎袂得好啊，啊，它可以帮助你，那你会发现哦，啊，那帮晒好你要好饱。你知道，当然，哎，那外边跟他卡碎呀，哎哎呦，皮肤变好。对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我们秋香老师啊，要教我们一道是现在的阿嬷哦，也登古的新配布，咱来看这里。是高钙高钙，不是那个高钙哦，是哦，对，登古啦哈，登古的时候我们都要补嘛，因为钙是。
骨头的嘛，是是。对，老师，那第一个食材给介绍，这是什么？鸡肉，我小朋友喜不喜欢吃？喜欢，看鸡腿肉哈，然后我就把它片薄一点，然后呢，把它稍微划一下刀，然后就给它一些胡椒盐哈，是，腌一下调味，搞完之类的，腌一下，就是不用太多。其实我已经有少，我现在只是一个示范哦。好，那好了以后呢，这边有淡淡的面粉，你当然你要再加蛋白也可以，可是我加的蛋白，我沾起来的粉就会变很厚，是，所以我就是薄薄的厚，薄薄的厚。那沾在哪一边呢？我不沾在鸡皮，我是沾在这个面那边就好，肉一面，一面就好了哈。然后就轻轻拍一拍，薄的，对，薄薄的哈。好，那现在呢，我就开始来煎哈。好，给它煎一下，这样子，等下有油就很好吃嘞。是，对呀。好，那。这样第一个就是说它的油不会被氧化掉了哈。好，那我们现在再把这个油呢要加进来，再加进来，所以你就不用太多，一点点就好了。所以你就不用说规个油蓬蓬，丢丢丢。然后你可以给它一点点在这个上面上面。那我今天用鸡腿肉，你可以用鸡胸肉也可以，可以哈。是，那我现在把它盖上。还有记得我们刚刚都没有放盐巴那些，是只有胡椒粉，上只有胡椒粉一点点。腌的时候哈，你就是。那个胡椒粉就可以了哈。对，好，然后给它稍微的小火让它变好，把它煎酥一点点。因为你煎没来，你如果太快的话，可能里面会焦掉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食材的部分。接下来食材部分这个就是香菇哈。老师，有的小朋友不在意香菇呢。哎，那是因为你煮料不好吃。这个还要留下来。这个地头没有丢。这个地头我们其实可以来做一个，比如说老师。地头不是不能吃，因为有痛风的人是不是不能吃？其实你如果说有痛风的话，你要吃很多啦哈。就是你如果吃不多的话是 OK， 但我们不要浪费。对，那像不是这个，你可以把它取下来，然后撕一撕，切丁，然后炒着就被一个素肉松。哦，素肉照一个素肉，好聪明，没想到，好阿嬷的感觉哦。是，好，那我现在再把它继续盖起来哈，因为我们要让这个菇呢。去把它煸香哈，我们还没翻面呢，有翻的，有用筷子翻的哈。好，对呀，怎么翻？香哦，这小朋友一定超喜欢。是，好，那甜甜会说，我肚子直接小孩想要吃，现在都自己想要吃，现在都说是他，是他想要，他想要，他想要，我真的没有想是他。好，接下来是什么？酒，对，给他淋一点点米酒哈，淋点香气，是淋一点米酒。然后呢，我们刚刚是不是没有什么盐巴？盐巴都没有，来个一点点盐巴哈。哦，是盐，这是粗盐哈。粗盐，对对对对。那现在呢，这个就是蒜末，蒜末现在才放，是啊，不然你会焦。掉泡回去，对对对，对不对？哈，好。其实我的做菜非常简单，好香哦，这样就够啦，就白饭啦，两碗三碗了吧？啊，那我应该很汤的，对，太多了。那我现在再把这个加进来，节瓜放进去，那其实刚刚的油很少哦。对，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再把油弄上去哈。对，所以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我这些蔬菜是。哎，来过来过来，蔬菜归位哈，然后肉一边归，蔬菜归一边。是，那这个时候来，我们火再一样再给它小一点，不要太大哈，让它焖。好，好好好，那就铺在上面，你豪华一点。哎，其实真的在减肥的人哦，就是不吃淀粉可以来试一下。那我们可以不用 cheese 没关系，我觉得没有 cheese 也就很好吃，因为我们加 cheese 是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蛋糕，对，里面有钙嘛，对。好，那我现在哎，这个是胡椒盐嘞，天哪，那刚刚我们还加了盐巴哈。好，如果你有胡椒盐，你就不用再加盐巴，因为里面已经有盐，不要紧，但是最起码那两碗拢会加，对，糟糕盖。好，那现在这样子盖起来，就是 cheese 融化下去，然后我们的蔬菜呢？就给它熟了就可以了。对，非常的快速哈，火不能大。对，火不能大。好，那这个刚刚的甜椒进去的哈，黄色的椒，那因为你去焖它的时候啊，它的可能就是有一些就是维他命 C 就会降低，降到很低。那我个人会喜欢就是最后起锅的时候再来一点，我给它撕。哦，颜色很漂亮，颜色也漂亮。我们也可以放洋葱哎，其实是可以在家里面自己搭配，但最重要的是因为要高钙嘛，对，高钙的话我们就可以放 cheese 片。好，我们就把它好弄开，对，啊，等到
起锅的时候，我们再把它撒上去。是。啊，这嘞，撒坑里。哇，好漂亮哦！老师，我们不用盛盘，就这样吃就好了。对，没错，我觉得不要盛盘会比较漂亮。OK， 可以的，这样就完成了。哇，香味俱全，就这样就很漂亮。秋香阿妈魔法菜，吃一口就上瘾。嗯。好好吃哦，那香菇不得了哦。嗯，你吃两袋啊，别再搁吃。好，哎，真的超好吃。我吃一袋呢，这个菇你干嘛呢？菇真的很好吃，不用我旁边。哎，好搞。节目最后还有精美礼物大放送。不用盛盘，就这样吃就好了。我觉得对，没错，我觉得不要盛盘会比较漂亮。OK， 可以的，这样就完成了。哇，真的香味俱全，就这样就很漂亮。好，好美哦。啊，我忘记我们的孕妇要先。好了，没关系，没关系，我要一整块的。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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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妇要整块的，对对对。因为宝宝，没有了，来来来来来，宝宝来，宝宝，宝宝。耶，香菇。宝宝，米苔木，米苔木饿了。来来来。还有这些菇类的，等一下哈，还有好，好，我再拿一块来切哈。耶，嗯，好好吃哦，那个香菇不得了哦。嗯，对，学到了。这果然加上了胡椒，有一种阿嬷味哎。对，哦，阿嬷气力有哎。阿布，我切一块较大块。老师，我来讲，阿布哦，伊要加一块，加全部。阿布哦，真的。哦，你加两块啊，别再搁加。好。哎。这样呢哦，囡仔唔食，真正个拍牙疼哎。有啊，这不可能。这样只会食一点尔。这个菇你有吃吗？菇真的很好吃，然后节瓜也很好吃。对，好，来，这个筷子干净，自己夹哈。哦，节瓜真的超好吃。你现在应该不会想倒掉吧？唔敢倒啦，规划好旁边来，旁边。那我今天用的是鸡腿肉，而且在用鸡胸。那还有一个就是裸鱼白，鲈鱼也很好。因为我们去买鲈鱼的时候，你请他帮你把鱼就是切成菲力状，然后那个鱼骨头跟那个鱼头你就煮鱼汤，然后那个菲力状就是这样子来煎。可是如果你煎鱼的时候，你其他的材料就可以一起下去，因为煎鱼非常的快。好，节目最后还有精美礼物大放送。如果你煎鱼的时候，你其他的材料就可以一起下去，因为煎鱼非常的快。好，记得就是最后再补一些油，因为一开始油不要太多，油太多就等于是炸的。那我们用好的橄榄油，就是好的油脂是人体必须的，可是不要去氧化它。好，这样子，嘿，就这么简单。妈妈们，你们学会了没？只要记得哦，煮这种料理啊，就是要小火就好，让它慢慢焖啊，你也不用急，不急不徐，然后我们就可以吃到很多的健康，很多很多的营养。今天谢谢四位来宾的分享，谢谢。帮我们 Q 一下哦，我们有精美小礼要送给你，我们下次见，拜拜。变熟变熟，变快。